接下来看到嘉义市的消息，全联兴业西路26号正式开幕，店面占地401平，顶下两楼的卖场同时提供停车场，上大的亮点是全台第一间跟无印良品合作的旗舰店。在开幕的同工，市长黄敏辉也特别前往感谢全联加码投资嘉义市，看到满满的人潮，黄敏辉非常的欢喜。你知道吗？包括我进来也都是要量体温、戴口罩，然后酒精洗手。我想防疫工作在我们各大卖场，大家都需要一起来配合。感谢店家，感谢市民，大家的配合。全联街市兴业西店占地大约400平，是嘉南英文厝第148间店。全店色彩辨识系统以及卖场道具应用，拢是采用日本西川古文设计。你街市这间旗舰店也是全台第六间，更是全台唯一结合无印良品的全联超市。市长杨敏辉表示，这一届全联和无印良品两大品牌首次结合进入嘉义市，代表嘉义固有消费市场。业者也透过店面设计规划，提升品牌价值。离嘉义市作为分嘉南观光休闲消费城市，也希望甲企业共同努力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。当我获知到在昨天，获知到全联今天把这个兴业西路店移到这里来，又扩大，大约有400平左右。那这是全台湾第一家全联跟无印良品的合作的示范店。那这一个示范店呢，我们看到有这么大，我想两大品牌无印良品跟全联，这是台湾很大的哦，大家知名的品牌，能够做合作，选择在嘉义市能够这样的第一家的示范，我想这也代表的一个新的市场、新的商机，也代表着在嘉义市应该有成熟的消费者，还有一个比较大家可以稳定的一个市场，可以让我们与邻近的云嘉南这区域，大家进来购物的时候也一直买得足。专人兴业西店的开幕当天，市长杨敏辉也特别前往，受到在场市市场的民众热情欢迎。杨敏辉更是提起菜篮啊菜买，并特别注意肉品产地标识，为市民把关。猪肉也有标示产地，而且很明确的，猪肉都有标示产地。台湾，谢谢谢谢，这都台湾的台湾的台湾的，这都台湾，省哪一个部位都有。哪一个部位都明确的标示，那也标明了产地。我们看到现在，尤其肉品大家很关心的，我想谢谢业者能够配合，让消费者在买的时候能够做最精准的选购。市长敏辉表示，嘉义是西部走廊新都心，建设目标。你每年也将要举办设计展，业者的设计确实会使让品牌提升。伊也期待结合无印良品的新型卖场，会使让市民更加方便，带动经济发展。新闻台屏嘉义采访报道。透过公共运输的推动，来寻找整个城市的生命力。解剖挡放下来，就在路边就可以上车了。一般公车它是换挡式的公车，它有时候会这样子，啊，这公车不会。把它当旅游的工具来走走看，要花个20几分钟，把这个小站的附近绕一圈，我觉得就还蛮够了，要搭公车，然后来玩嘉义这种感觉，来试试看这样，我觉得新的电动公车空间比较宽敞，然后座椅的高度也蛮舒适的。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，就可以到很多地方。然后现在班次也比较密集，每30分钟有一班，所以就比较多机会会搭到公车。老年化社会的时候，那城市里面的长者相对来讲就比较多，让他们去使用私人运具，其实是相当危险的。
愿意有一些人先出来支持公共运输，然后公共运输因为有这些人的需求，市政府就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，然后提供更好的服务路线。那这样的正向的循环才会开始启动。嘉义市政府能够在这一连串可以带动正向循环的起点，先以公部门的角色启动这样的一个循环，我觉得这是值得大家共同肯定跟赞许的。当然是多一个选择啊，一眼就认得出来，很漂亮啊，我觉得新的新，推荐朋友来搭。全龄共享世代宜居，嘉义 City， 嘉义市。